我想念我自己是美国女星朱莉安·摩尔发挥演技的一部新片。这部电影描写的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女性，发挥她无比的生命力，对抗病痛的故事。Thank you. I hope to convince you that by observing these baby steps into. 满贯影后朱莉安·摩尔饰演聪明的语言学大学教授，突然发现自己得了早发性阿兹海默症，美好的生活顿时濒临崩坏。我觉得她就很适合演这种高尚的女性，可是却有很多挣扎的角色，非常坚毅的方式，企图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教育大家面对不可预知的疾病的时候，你该怎么样去面对。So live in the moment, I tell myself. It's really all I can do. Live in the moment.不向命运屈服，异想世界本周带你深入朱莉安·摩尔强势问鼎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《我想念我自己》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